天气不会下雨，他们可以吃饱穿暖了。哎呀，确实是走出大山很不容易呀、啊。就是我自己，我也是第一次来昆明，城市挺好的，但是我来到云南，就完全真的不一样。小蜜蜂，公平的苏阿姨可以告诉小蜜蜂地方是在哪里？他们以什么为主食？苞谷面和大米，他们大米的都是去买的，因为他们这边没有水田，种不了那个大米，他们全都是种那个玉米。就刚刚我带你们去看一看，他们是屋前屋后这些山坡坡，他们全都自己开荒出来，全部都是80%都是种玉米和那个土豆，种玉米和洋芋，他们管这边叫洋芋，他们是早上可以吃洋芋，中午还晚上还是洋芋，都是吃洋芋的，都是吃那个苞谷玉米呢，他们叫苞谷，把那个苞谷磨成细细的那个粉面，你知道吗？细细的面和那个大米两个掺在一起拿来蒸。对，我在云南昭通的大山里，可以换地方，可以住在镇上生活比较方便。嗯，是的，是的。但是呢，你住在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每天就是想去山里挖，去。后面的是果树吗？对，他们这边有很多橘子，有很多那个橘子，不知道是橘子还是什么，有橘子。云之梦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来到山里真的很亲切，确实是，确实是。有鱼吗？没有，没有鱼，没有，要去镇上买，要去镇上买。他们没有小麦吗？没有，没有小麦，他们这边除了玉米就是土豆，没有其他的。美丽坐下来跟你们聊会天哈，奶奶这边有一个这个，有一个这个木板凳，我把这个凳子拿来坐一下。我坐在这边跟你们聊一聊好不好？谢谢。对，云南的你看下面好不好，就大山里，美丽就在大山。没有小麦面粉吗？他们这边不怎么吃面食，他们就是洋芋拌那个折耳根拌在一起，他们也可以当主食吃，把那个整个洋芋拿来烤，拿来蒸，他们也可以当主食吃，他们全是可以这样子的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送的咖啡。我想美丽现在在想要喝一杯咖啡，很难很难了。都没有，要到昭通寺里面去，这里到昭通寺开车要2.5小时才有咖啡喝，也没有夜宵，也没有奶茶，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。我跟你讲，麦子是冬天种，他们这边没有，他们是这样的，现在种玉米哈，他们现在去山上，马上接下来不是有蘑菇了吗？接下来不是要有蘑菇吗？去山上采蘑菇，去采蘑菇了，还有一个月就有蘑菇了，到时候有那个鸡种啊，这些东西买，对，买冰山了到时候去采蘑菇，有很多蘑菇。他们就是有一年四季有那个笋子，还有就是我刚刚给你们看的那个奶奶家门前种了那个黄金，他们就会去山上挖这些货，还有那个叫什么呀？就去挖山货补贴家用了，包括随着海椒，就是现在如果是马上5月份苹果要出来了，如果附近有果园子的话，苹果园，他们就会去帮别人那个摘果子，去打零工，去打临时工，送的盒。我就在昭通，梅花，你就在昭通吗？他们就会去零工，去山上那个挖一些东西，还有我们那天去赶集，有自己种的那个韭菜，还有那个香椿，去山上摘春天，他们叫春天，就是一小把一小把，3块钱5块钱去那个集市上卖，也最卖的最多的话就是那个笋子，
就是那个笋，你知道吗？有带壳的，有不带壳，不带壳他们就是把那个用水煮好，就焯好，煮好之后那个放到集市上去卖的干鸡。你可以带想吃的回来。你在哪个县？我在延津，在延津。你在哪？梅花，你在哪？我在延津哦，我在延津这边。可以帮我们点点赞，鱼虾也可以买回来冰。嗯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你在昭通市啊？顺其自然。我在那个云南昭通延津，我现在在这个地方，我不知道叫什么坝子哈，他们那时候叫坝子。我在这个地方，我不知道叫什么地方。你看，我是在这个山里面的大山里面，大山里面，这个应该是的，珍姐应该是，这个、衣服是月月的，月月拿给我穿的。朝阳区，那你在市区哦，我在这个地方具体叫什么也不知道，我是跟着月月他们来的，跟着月月他们来，就是往山上开，花区比我们家那个山路十八弯还要陡，给我有点晕车了，都有点晕车了。云南州特别多，它有松茸，还有那个什么小草坝什么天什么的东西多，还有丑苹果，丑苹果从下个月开始青苹果出来之后就可以到冬天十二月，到冬天十二月了。嗯，好的好的，夏天潮湿，确实潮湿，很潮湿，潮湿的，这边老下雨，云南昭通天气跟四川一样，下雨挨得近。好的好的，顺其自然，好的好的。嗯 JJK， 对，特别要注意，本来我今天都要去山里的，但是因为我没有，我穿是这个鞋布鞋，不能去，小林说不能去，你要是。谢谢杨子来了，如果要去的话你一定要买那个胶鞋，买那个胶鞋要到膝盖这边的，要那个胶鞋，胶鞋穿上之后你知道吗，你穿好之后你才可以去，并且上山之前你要拿一个那个竹竿，就是拿一个木子在前面这样扫来扫去，打草惊蛇，先要扫来扫去知道吗，你不能猛下去，不然很危险的，就有那个蚕虫，就有那个蚕虫你知道吗，现在山上的蚕虫很多，没事，把后面的山打通了就没事情了。崔哥你真搞笑，我是哪个的，我是汉族我是汉族，我是汉族的，现在他们这个点，他们那个小杨没来吗，来了呀，杨哥来了呀，杨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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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刚刚我有一波急速流，很快哦，一下子就到了好多人，这会可能是信号不好，卡来卡去一下就卡没了，而我也不能走动，要是我能走动的话给你们挖挖百合，我们刚刚上来的时候路边有那个野百合，有那个野生的百合可以去挖，可以去挖下百合，现在信号不好，羊子去放羊了，本来挖下百合野百合给你们的，现在没法挖，羊哥在下面你看了吗，在下面他们在拍视频，我在上面，他们在拍视频，他们在拍视频，我在上面，我在上面，我在这里呢，哎呀，马上到五千人了，马上到五千人了，我没有拿水，我应该把水拿上来的，没拿水，忘记拿水了，换卡，移动信号好，主动播信号好，夏天不要存很多山货，少放可以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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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下面摆龙门阵是吧，嗯，
对，我们明天去换一个那个移动的那个信号卡，因为他买的话是那个电信的。嗯，下回一定带水。在奶奶家又人没在家，不然可以喝一下他们家这个山水。可以喝一下他们这个山泉水，找一点山泉水喝。这个奶奶家锁门了，奶奶家锁门了。如果奶奶在家的话，肯定会给水喝的。这边人好客气的，像我刚刚要坐在这边直播或干嘛，奶奶早就把水给我拿来了。这边人好客气，他就会啊，小姑娘来吃饭啊。那天我在阳，就是去拍视频，站在那个奶奶家门前，叫那个爷爷说。你们俩进来呀，外面在下雨，进来吃饭啊。就说你进来吃饭呀。信号不好。信号要好一点还好。信号不太好。明天找一个那个上风景更好的地方去给你们拍。好不好，明天去找一个上上更好的风景去给你们拍。我看一下他们在直播没有，在挖到山货了没有？挖到山货，明天我也去这个地方，我也去这个地方给你们直播，看他们都能挖到什么好的宝贝。上次买的锅现在还有吗？哪一个锅呀？哪一个锅？今天要把冰部那个走向给它刨出来啊！今天真的是运气出手。我真的是爆棚啊，运气爆棚啊！前几天一直在要开花了，已经开花了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百合已经开花了，风景不可以吗？这个还没完全的，对，它已经开花了，结了个果子了，这个果子还没老，这个不连根拔起。我不会开车，我会开车，但是我不敢开这个路，这个路是。很难的，就山路绕来绕去，不敢开，我不敢开这个，不敢开这个。有野果吗？有那个覆盆子，就那个野草莓，知道吗？就覆盆子，野草莓有，待会路边都有，待会我带你们去采。但是我不能移动啊，我一移动就没有信号。对，盘山路很陡很陡的。比如城市的路是这样，是城市路，比如是五个手指这么宽，这里的就是两个，很窄很窄的，不敢，崔哥不敢，不敢，我一点都不敢，不吹牛，我真的不敢，我真的不敢，那太吓人了，那个，不敢开，不敢，开这个的话呀，没有个五年以上的。车里那个老就是老驾驶员根本就不敢开这个路。没有老鼠，炒菜的不脏。对对对，可以的，玉米姐姐，到时候我给你找。有，没事，开零码。崔哥你别逗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吓人了，还开零码，不敢开，不敢开。哎呀，你看他们去山里了，看了吗？去这个深山老林。对对对，驾龄高的有经验，是的，他们去这个深山老林了。本来我今天是要跟着他们去的，好漂亮的，你看，好漂亮的。本来我是要跟着他去的，但是没有准备好装备，雨鞋这些东西没有准备好，不太敢去。开慢点没事。我的杨哥在哪？我的杨哥在下面摆龙门阵，看了吗？那几个人在摆龙门阵，看到了吗？我的杨哥在摆龙门阵。我的杨哥开慢点没事。我的杨哥在摆龙门阵，而我现在只能坐在这个位置。杰哥不知道哎，但是有那个熊大熊二。有熊大和熊二，像什么二师兄啊、大师兄啊，太多太多了。还有那个悬崖峭壁上那个90度往上爬的那个黑山羊都有。没事，带上法海就不怕苍穹了。吓人，不敢去。对，王世珍，有有有，珍姐，
有那个熊啊出没的地方，确实是有很多很多，他这边很多很多。有光头强吗？要不你来当光头强，熊大。玉米姐姐，我现在不知道呀，我那个来交通告知来。好的好的，梅花姐，好的好的，回头你私信一下好不好？玉米姐姐私信一下，谢谢大量收购，谢谢谢谢你。哎呦太多了，小凤大师兄很多的，大师兄很多很多很多，大师兄感谢曹阳阿姨，谢谢。没法海把杨子关了，能行吗？能行吗？压根就不行。对对对，是的，华生，我们现在开播了68分钟，已经是5000人了，到10000人是没问题的。如果我可以移动的话，抓山羊对，不行。如果我可以这个设备可以移动的话，应该人气会更好一点。但是我一走动吧，我带大家一走动，他就那个网络就卡，你知道吗？来看一下奶奶自己家这个台阶上种的这个东西，就是从山上挖下来的，1、2、3、4，4个。我看我一走动它就卡，只要我稍微一动它就卡的要死，我一动它就很卡很卡。大师兄，对对 ，K 哥是的，是的，对 K 哥是的，是的，一定要那个驾龄10年以上，一定放一个 WiFi。好的，季哥，明天我们就那个换一个那个 WiFi， 用的是电信，电信里真的是很卡，很卡，很卡，是很卡。如果是移动的话就不卡，就不卡的。那边上养了几十只那个黑舞鸡，养了几十只黑舞鸡，骑着摩托车，嘟嘟嘟嘟嘟嘟。我现在只能在这个位置定住，不能走动，一走动就不行，一走动不就不行了。不然他们看，他们，好吧，这个风景是真的很漂亮。你要晚上在这里播漂亮。晚上在这直播的时候也很漂亮，可以在这边做饭，真是边做饭边直播，真的很美。你看，真的很美很美的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欢迎新进直播朋友们。我现在是在云南昭通大山里给你们直播。这山里间有瀑布吗？瀑布我不知道耶，我都不太了解耶。有吗？有。我们现在就是。有我就啥都有。杨哥来了，给土豆，杨玉，和你相识在人海是上天的安排。红尘之中遇见你，就注定离不开。美丽，你觉得这种创业有前途吗？其实如果流量大了是可以的，就是没有流量的前提下面一切都归零。牵牛花，微笑牛花。这个地方买日用品不方便，不方便。这个地方买日用品他们如果是走路的话要走两三个小时，骑摩托车都要半个小时才能到镇子上去买。你要是买点猪肉呀买点鱼很不方便的，但是家里他们田里都是种了这些那个菜。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这给我带的啥呀？好不好看？这里的土豆，这里土豆，可以啊，但是它这边不是那个红皮的，它不是红皮，红皮的有红，什么皮的有？什么皮的有？黑皮的？黑皮没有，有红皮，有花心的，有花心的，就那种心心里面是红的、白的。要送送这个嘛？还有红皮的，对吧？带刺的玫瑰啊。你看这是带刺的玫瑰，扎人的带刺的玫瑰，放耳边就好看了。我们现在要出发了，我们
其实，在云南包个几百亩种水果，我的表哥就在云南种火龙果。哦，华生在哪个地方啊？在蒙自还在哪？云之梦说路边的野花不能采，月季花。谁说不能采？对对，他们这是拿回去剪了一个，回去那个插起来吧。谁说不能采的？那个云。